我们今日第十二天呢、第十二天，我们也从彰化一路，我们今日中午放松用餐的五垢日中一食日中一食，新年快乐我们念佛阿弥陀佛。对，那我们现在在行脚台湾透过我们比丘尼僧团呢，每一个人呢专心的都念佛能够沿路呢能够利益大众利益大众最重要透过在行脚过程当中并持着知心一处专心念佛专心念佛，也感恩我们所有的常住法师以及所有的白净家人，沿路呢可以跟着一个单纯无私的心，只为了世界和平，更为了疫情能够真正跟大自然平衡，还有战争完全消弭，都是来自于呢人心来自于人心。感恩一路上有我们佛陀的七宗弟子，感恩你感恩你们，感恩。